那很高兴再次跟各位见面，尤其是在那么漂亮的淡水渔人码头这个地方。那今天要向各位介绍的是我们进化版的 Focus。 我想 Focus 大家都知道，自从一年半以前在台湾上市，实际上声势是越来越好，它奠定一个在这个集聚里面一个新的标杆在这个地方。但是也不光是这样子而已啊，因为它是真正一个 One Four Strategy 之下第一款真正的全球车。那在过去两年连续得到全球销售冠军的一个宝座，对福特六六来讲这也是最重要的产品线之一。我们希望能够带给台湾的消费者，就一个是证明我们的对台湾市场的深耕的一个决心，同时也证明我们对我们行动科技不断的提升的一个承诺。那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这么浪漫的地方进行我们这个福特 Focus 产品改款的说明。那还记得在2012年的11月份，我们在花博的五蝶馆正式上市我们全新世代的 Focus。那一直以来，我想大家对于 Focus 在市场上的表现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除了不仅提供非常稳定，每个月有1000到1200台的销售量以外，它其实对于整体品牌力的提升也有很好的贡献。从 Ford 的 Four Pillar 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 Focus 全车系都搭载了超跑级的双离合器变速箱科技，以及精心调教的底盘以及悬吊系统，所以带给了消费者无与伦比的驾驭感受跟操控的乐趣。那同时，我们三种不一样的动力组合，除了满足消费者不一样的需求以外呢，我们对油耗的提升也有15%到25%这么大的贡献。同时，在硼钢材质的使用以及主动式都会行车防护系统这样科技配备的导入，让我们在主动以及被动安全防护上更是领先同级。当然，不能忘记我们也是市场上首先导入 SYNC 中文娱乐通讯整合系统的厂商。那这项配备也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于车辆在使用上的一个需求。有这么好的产品以及这么好的优势的配备，当然不外乎 Focus 能够蝉联2012、2013全球 No.1 销售车型这样的头衔。那我相信，非常诚挚的相信，在借由这次的改款动作，我们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把我们销售推上另外一个高峰。那事实上，我们这次的改款的精神也跟上次一样，我们一样是要在突破大家对于国产车的认知。那身为产品规划人员，我们认为提供给消费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跟配备，不应该区分为进口或国产。也就是秉持这样的精神，以及 Go Further 持续不断往前的突破的精神，这次 Focus 的改款将持续的突破并再度的进化。我们由三个面向来实现这样的承诺。首先，我们提供超乎想象的科技配备，并且我们导入了全新的4门的运动化车型。同时，我们要再度重新定义所谓的国产中型房车的标准配备。那么在科技配备方面呢，我们这次导入了主动式的路边停车辅助系统。这配备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在现在的酷卡上就有了。
但是这次我们更进一步把它下放到国产中型房车这样的价格带里头。未来 Focus 的 2.0 车型都将全面搭载这样的高科技配备。那么在运动化车型导入方面呢，也有别于以往，我们不再是特试款或是限量部分的操作，这次是一个常驻性的车型。我们提供了全车的通力套件，包含了前保杆、后保杆、侧裙以及专属的四门尾翼，更将16寸的铝圈升级成17寸的运动款造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我们把 Bliss 盲点视觉盲点侦测系统这样的配备下放到了一个更合理的价格带里头，来提升整体的竞争力。那么在定义所谓的中型房车入门的车款的标准上来说，福特一直以来都不认为入门就等于阳春的配备，我想大家在我们各个车款的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那么这次 Focus 也是一样，我们透过了安全配备以及便利性配备的强化，让我们从入门车款开始就搭载了四颗气囊、定速巡航、主动式头灯、雨滴感应式雨刷以及主动防眩式的照后镜。这些配备在中型房车市场里头来说，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样子的丰富性的配备的提供。我们比较一下跟对手的配备差异，我们很惊讶的发现，没想到大家对于入门的标准认定居然有这么大的不同。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现行 Focus 的入门的基本配备，我们不仅有双气囊 ESP， 还有很多是Focus 就是独门的科技搭载在我们的入门车型上，其实这已经是遥遥领先的竞争对手。那借由这次的改款动作，我们更是达到了对手望尘莫及的目标。那个人在这边真的诚心的请消费者不要再购买只有两颗气囊、全车系都没有 ESP 这样子的产品，因为我们相信你值得在同样的购车的预算以内，你值得拥有更好、更安全、更便利的配备，而这样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Focus。 当然有好的产品就是要有好的价格来搭配，才可以相得益彰。那这一次我们推出了在进化改款，我们在车型上做了一些调整跟简化，因为因四门运动款车型 的导入，那么想要达到所谓望尘莫及入门标准这样的配备呢，其实只要59.9万起就可以轻松拥有，我想这对广大消费者来说简直就是佛心来的哈。那么为了因应这样子的新车上市，我们也重新设计了一个全新的广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同欣赏产品好的价格以外，我们在展示新活动也因应这次推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一个试乘活动。一般试乘活动免费的一天到两天至今没什么好稀奇的，这次我们推出的是免费试开1001天，没错，这就是史上最长的 Focus 免费试驾。即日起，只要在活动期间前往福特经销商的展示间试乘任意的车型，就有机会抽中非常的大奖。那如果你每周能够揪团三组以上，还可以抽到神秘的礼物。那其实这么多的准备，我们其实都是在诚心的邀请各位一同到我们展示间来体验全球第一的不凡魅力。最后预祝 Focus 上市成功，经销商销售长虹，谢谢大家。再次掌声，谢谢蔡的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产品。